就我带一千去好了。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多钱？因为要出去就是为了要买文具，然后出来的时候假装刚从房间出来再关灯，然后再讲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！你不要以为我是给你出去买生日，不是母亲节礼物。不是母亲节礼物，好吧。女儿现在出去，她说她去买文具，我觉得她是给我准备母亲节礼物去了。你带多少钱？我带一千。这精致小包包，哇、哦！应该不可能超过一千吧？哦，蛋糕又超过了一千块很多。真的？对啊。那完蛋，糟糕了。这是母亲节吗？哦，你是看到这个是不是？来，你现在老板，你自己挑，要买给妈妈母亲节，你觉得妈妈会喜欢哪个？没有酸的水果，你喜欢有水果还是水果？这个、是你的钱吗？对，他的红包。你的零用钱吗？红包钱。哇，那你要跟妈妈说什么？什么？你对着他边讲，我不是妈妈。母亲节快乐！谢谢妹妹。我家有100可以买文具了。是吗？我开门声要小一点啊，这样不要让他听到。吃完饭叫妈妈去洗碗，然后我们就摆到桌上就好了。然后等他去洗完吹蜡烛，然后出来的时候，等他出来再插蜡烛就好了。然后出来的时候假装刚从房间出来再关灯，然后再讲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！过生日是不是？哇哦！